净的床单也可能每天滋生可引起异味的细菌。哎，我不能天天弄死床单的。喷洒御寒腰里的 Febreze 杀灭细菌，让床单和织物留下腰里芳香。不能穿上鞋，用 Febreze。咳嗽感冒时，我们都会很想妈妈，但有人时候，想着一直妈妈在你身边一样。